1月7日，在总导演周涛和工作团队指挥下，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紧锣密鼓的大彩排，为迎接党的100周年华诞，由央视原著名主持人周涛执导的2020年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春节大联欢特别有创新，让观众充满期待。雷佳音和王俊凯今年在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春节大联欢舞台上献唱，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对唱，真是令人期待啊。非凡娱乐实时报道。